Hello， 多謝你今天上嚟喎。唔使客氣。我認識你都真係因為我遇到你呢個好神奇嘅 XO 醬。我想話我而家每次開你呢罐嘢咧，我都係好開心，因為你裏面一啲材料係多到哇，跟住嗰啲香味咧，次次都係啊好 excited， 都未食嘅係已經係，所以咧我一定要去揾你啦。咁今日咧就想上嚟傾下，講下你其實點解會做。XO 醬和辣椒粉、因為兩樣嘢其實點解好多人都係我想做手工麵包啊，整餅啊，即係好少人會特登、我想做辣嘢。咁本身我都係中意食辣啦，咁就一定噶啦。咁如果唔係嘅話，我都唔會選擇依個方向去做啦。咁因為市面上面咧就好多所謂辣嘅嘢，咁咧就非常油膩啦，又即係唔係話一個產品就可以搭曬全部嘢嘅，譬如話辣椒油啊、辣椒醬啊、即等等嗰啲啦。咁樣自己又中意食，咁樣咧就一個偶然嘅機會下咧，就認識咗其實辣椒粉咧，其實都係一個值得做嘅產品嚟嘅。咁、就我全部嘢都開始咧係辣椒粉開始先嘅。係啦，跟住慢慢演變咗幾種味出嚟啦。咁跟住就。再諗 XO 醬，咁同樣地啦 ，XO 醬就周其實老實講就周街都係嘅。係啊，我都想包括就有啲大廠啊，有啲機造啊，有啲手工啊，Facebook 啊，即係好多社交平台咧，咁上面都有自己所謂賣嘅 XO 醬、自己就想做一隻就比較特別啲嘅。係啦，咁就都係用翻嗰啲材料，但係咧口感咧就唔一樣嘅。咁因為我想。自己的產品就獨特啲，就唔想話人做我做。係啊，如果唔係你都覺得嗰、那個成功感亦都冇咁強啦。你之前都係做飲食嘅。係啊。係都係一間幾出名嘅鋪頭度做啊，係可唔可以泄露少少嚟聽下？其實佢係一間中環嘅米芝蓮嘅川菜啦。咁所謂頭先所提及嘅一個巧合嘅機會就即係知道辣椒粉呢件事咧，咁係。有一個師傅咁咧，就出咗即係自己整咗啲辣椒粉，係放埋一個餸嘅一個但你唔係做廚師噶嘛？我唔係做廚師嘅，你做咩咧？之前係我喺入邊做 management 嘅，即係經理。O K， 你都係喺側邊試食。係啦，即都係有幫手諗菜單啊，又有可以即係試食啊，咁不斷佢哋都會出新嘢。咁所以佢有一次出咗辣椒粉，咁我就。覺得係有得做，咁但係當時就冇去多諗嘅，因為太忙啦嗰、個時間，咁就之後再諗翻起，哦，自己中意食，又想去做一門生意嘅事，其實依樣嘢都值得去做嘅，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好嘅產品啦，咁又可以帶俾大家多一個即係食辣嘅選擇，就唔需要話一定要用辣椒油嘅，其實亦都唔係一定要辣椒醬，好多你淨係想加辣，但係。你不想任何的水分啊，或者是油分啊嘅嘢咧，就可以係啦。咁到你真的去嘗試去行出第一步啦，你點樣去揾呢樣嘢，或者你點樣去哦？因為我見你而家都有四個款啦，係。咁你點樣去決定哦？我要做呢個味，而呢個味係我心目中認為一個 finish flavor 嘅。咁其實因為我做咗飲食都十幾年啦，咁所以就其實中間調配嘅過程咧。就不是太過繁複的、只不過是製作的過程比較繁複一點。那調配過程，那你首先要調配了一隻，那我最初出的那隻是原味來的。原味意思就是它真的很純辣的，香料的配入去是很少。那之後、出了一隻之後呢，那當然我自己做產品，我需要產品比較多元化一點、就不可以說一支東西就基本上你得一個產品，人哋都好難喺個市場入邊記得你競爭係啦，咁所以就不斷去試一些新的味啦，不過出咗小辣啦，出咗一隻可以配到花生味一起的，跟住出咗只麻辣味。咁你話點樣 finishing 係真係純粹睇經驗同埋不斷去試產品，咁咧、試到 finalize 覺得自己係嗰樣嘢係可以用落去，譬如話你煮餸又得，你即食又可以。OK。咁依個就係我自己俾自己嘅 finishing。OK。係啦。OK。咁我哋今日就揾咗
邀請了資源三寶來 join 我們可以試一下。這個是 suppose 是三隻辣椒、兩隻辣椒、一隻辣椒，這隻是四隻辣椒合埋的不是，我講那個辣度。哦，辣度是啊，即是比較辣一點，少少大家如果以十分計呢，這隻大概是七到八中間。 OK， 其實這個中式都不是很多，就這樣乾賣咯，辣椒粉是啊，是日本有這個七味粉，是啦、啊、市面上有的，但是牌子我就不改了。嗯，那多數做川菜的呢，它都會是用原隻辣椒去加工的，自己加工。嗯，那當然每一間店都有自己不同的風味啦。那我就做到一隻，即想自己做自己的味出來，是很versatile的，你可以在當 table seasoning 也 OK。你可以攞入廚房煮餸亦都 OK 嘅。你會 recommend 仲有煮乜嘢咧？個人烹飪嘅嘢咧，就好靠你自己嘅經驗啦，同埋你嘅自己嘅發揮嘅。咁我而家暫時用依個啦，當然你譬如話你將佢代替辣椒油係完全冇問題嘅。咁但係譬如話你用依個粉去做辣子雞，去做雞煲，甚至乎拍個青瓜，即係人哋會落少辣椒噶嘛。嗯、你用這些東西是當廚房用的調味料呢，也都是可以的。 OK， 我現在在這裡 feel 緊開始 feel 緊 feel 到我出緊汗但是我是喜歡吃辣的，所以我是覺得可以接受、okay. 來我都加 extra。 那我們再試一下麻辣吧。你說剛才我都是剛剛才知道你說這個辣椒粉是有限期喎。第一咧，因為佢係已經係熟咗嘅 product 嚟嘅，可以即食。咁、凡係煮熟咗嘢咧，其實佢都有個限期嘅。咁、因為辣椒粉佢個水分含量，我唔敢佢話 100% 冇水分喺入邊，冇 moisture 入邊。只不過係我明啦，係啦，太即係過，即係始終佢係熟咗，咁佢係有個食用限期嘅。咁依個辣椒粉就大概係四個月左右嘅食用限期。嗯，我是第一次吃你這個麻辣的。 OK， 是啊，感覺如何？我是飆緊汗啦是有麻辣，我覺得因為我是喜歡吃辣呢，也都喜歡吃麻辣呢，我是可以頂得順再麻辣一點，再麻一點都可以、okay. 即是你如果喜歡調味味很麻的話、這個是已經在齊度啦，但如果你平時唔係好食得辣嘅話咧，就呢、這個係 OK for all。我 probably just keep on adding a bit more。係，因為依、這個辣度啊，同埋你頭先所謂嘅所問我嘅 finishing 嗰樣嘢，咁我其實個 finishing 咧就係你要攞到個香味同個辣度嘅 balance。因為其實我整到嗰樣嘢好辣係好簡單嘅事嘅。Yeah。用某一隻辣椒，你泵到佢好辣係冇問題噶。但是如果你要一個 balance 的話，那你就要去專登去調嗰隻味，那就不是一定話即當然你要再辣一點我可以幫你教，但是作為一個 product 嚟講，依個係大眾化啱啲。係啦，大眾化。但係好正嘅，其實你喺度講嘢咧，我係 enjoy 緊你麻辣緊。okay. So yeah， OK， 咁我哋試埋係咪花生呢？花生。花生呢、這個。因為其實辣椒都有非常之多種噶啦，係啊，即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話，其實全球嘅辣椒真係大部分就喺重慶到四川供俾世界噶啦、所以你諗下佢嗰個產量係幾咁誇張 ，like the whole world 係啊，因為佢哋每一餐都要食辣椒，所以你要同佢哋比較咧，就其實就真係冇乜可冇乜可比性嘅。所以我出依只辣椒粉嗰時咧，其實我都要配合嗰個地區性嘅，因為我始終個主要嘅市場喺香港。咁如果我用到好辣嘅個辣度咧，咁其實普羅大眾係接受唔到嘅。咁我都要相對地減咗，或者係再調其他，即係再加其他香料落去，咁先至攞到 balance。你嚟緊會有啲咩特別另外嘅研發咧？定係我好中意做依個 XO 醬。咁之後咧就會出一個麻辣嘅版本啦。會出一個用牛油果油整嘅版本啦。咁而家依個兩個版本基本上嗰個味道已經係啱噶啦。咁之後咧就會出蒜香味啦，
蒜香，即係加檸味，加檸味嘅 XO 醬係啦。OK， that's interesting。係啦，咁之後會嘗試下用蛋黃做，即係你有冇食過流金沙蝦？金沙 ，yeah。係啦，咁就係嗰個 texture， 即係成隻 XO 蛋喺入邊係用翻我自己嘅配方去整。OK。係啦，咁就另外一種 product， 亦係另一種做法。咁呢個係嘗試中 dish 咁樣點，你都係用途都係 XO， 用途都係 XO 醬咁點嘅，但係你會有另外一個感覺，之後仲會做棒棒醬咯。喂，好多喎。係啊，棒棒醬都係會推出一次。未聽過呢個。咁棒棒醬咧，其實就係類似我哋香港點麻醬，點腸粉嗰只芝麻醬。哦 ，OK。同埋日式麻醬中間嗰樣嘢，咁咧個稀結度啊，味道啊，其實都要教出嚟。咁棒棒醬當然係自己師傅自己溝出嚟㗎啦，你唔可以就咁話賣棒棒醬，好難喺街度買到嘅。咁而家就係想將嗰樣嘢擺落個樽度，咁咧就可以大家關我嘅事啦，大家關我嘅事啦。好啊，我哋不如試下呢個啦，而家。好啊。有冇見過一個XO 醬係多料多到咁樣？即係點解我每次？開個蓋嘅時候咧，係哇，好開心啊！我哋而家就不如試下呢個腸粉，再加你個 XO 醬啦。哇，你呢個蝦咧係好 shiny 啊，有通透。係啊。你呢個其實係個工序係好複雜嘅喎。要首先就係所有嘢都係要乾身啦，咁先保持到個脆度啦。咁當然整呢只 XO 醬嗰時咧，因為你蝦本身冇乜味嘅嘛。即係那個鮮味不夠強烈，所以你中間就要加翻一啲傳統用嘅海味，因為我所有嘢都係唔用味精，亦都係啦，唔用蠔油，亦都唔用豉油，亦都唔用金華火腿啊、鹹魚啊，你勁喎！你全部啲調味嘢，即係我將所有醃製品基本上都係撇咗佢嘅，係啦，加工過嘅都係撇咗佢嘅，咁我所用咧都係純天然曬乾嘅嘢。咁所以你落去嗰個味嗰度咧，你就我都反覆試過好多次，咁先試到譬如話你成個勾碌啊，即係嗰個樽，你點樣令到佢油還即係唔會話油還油，料還料睇上去，跟住你個味道又搞得啱咧，咁所以係所以中間係試過好多次嘅，係啊，咁啊溝其實個竅門就係你要用相等嘅鹽去，你唔可以唔落鹽嘅，因為鹽所謂鹽係令到所有嘢食都好味嘅嗰種，係啦係啦，咁所以你係咁鹽都要落少少嘅，咁誒所謂嘅吊味啊，就係你落咗同唔落咧就爭好遠嘅。係啦，咁我不如即刻試下呢個。有辣椒粉同嗰個 XO 醬咧可以配搭嚟用嘅，咁 XO 醬嗰個辣度咧，咁其實我亦都係刻意咁樣去。去撳住佢嗰個冇咁辣嘅，咁樣啲感覺多得滯。咁所以因為要配合翻即係廣東人嘅口味啊，即係香港人嘅口味。傳統嚟講咧 ，XO 醬就唔應該咁辣，因為一辣過頭咧，你其他味咧就唔係好食得到嘅。咁所以我就壓住咗佢先，係啊，下一次就出只大辣啦，可以。好，我係 OK 嘅，啱啱嗰個。你個蝦係真係非常之脆咯，係啊！呢個我冇真係冇遇過 XO 醬有咁嘅興奮，係啊！所以之前諗一 product 嗰陣時就係諗一隻唔同嘅醬咯，係啊！你 XO 醬就周街都有㗎啦，有啲賣到即係好低價錢一支，咁你就知道佢入邊。我哋所謂嘅 number 即係話你係對一啲增味劑啊，對到個味啱，咁其實落翻相應嘅海味咁就 OK 啦，咁成事就成事啦。咁但係我自己推手工嘢咧，就好注重嗰種冇防腐劑、冇添加、冇味精呢啲嘢嘅，咁就其實都搞咗耐個味。我肯定啦，你呢、這個我淨係覺得你要令到嗰件事要乾身，你即係雖然佢係其中一個步驟，但係呢個步驟係。將一般嗰個做法個時間延長咗好多，淨係呢個已經係 like 好多人都唔會曬你個時間做，係啊，同埋你落鍋去煮嗰陣時咧，咁其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你所有嘢都乾曬之後咧，
你個油温過咗火咧，一兜快係嘛？係啦，咁所有氨基酸咧就會燶曬啦，咁咧變咗燶味就唔係鮮味啦。嗯，你呢個 brand 啊，講下，撚手咁係而家我 so far 我係覺得做到嘅，做到係撚手嘢。撚手嘢係啊，係啊，咁個名誒。Swa Chili 係咪咁讀咧？定係 S W U A 我都唔。其實呢個字咧，我自己都唔識讀嘅。咁點解咧？係砌出嚟嘅個字。咁依個 S W U A 咧，其實就係 stand for Stay Who You Are 咁解嘅啫。咁改個中文名叫撚手，咁樣啊。咁英文改咩咧？英文係冇撚手呢兩個字噶嘛。咁我冇嚟話 I good at something 咁樣噶嘛，係咪？咁所以。之前出嚟做呢樣調味料嗰陣時咧，就係好忠於自己嘅原意嘅。咁我咪改個名叫 Stay Who You Are。咁但係咁個名字太長啦，咁我就將佢縮咗成一個 initial 咁樣，係啦。咁我覺得 OK 啊。咁人哋呢個字又易又簡單，四個英文字母啫嘛。見到其實見到撚手個招字咧，都知道係呢個牌子噶啦。嗯。係啊，你個 logo 都係設計得好靚啊！我覺得係係用你係有用嗰啲薑啊，係咪薑？唔係辣椒。係辣椒啊，薑啊 ，cinnamon 啊，即係桂皮啊。跟住你後面又有香港嘅帆船。係啦，因為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嗯。咁其實一個 logo 咁，我想代表曬我想代表嘅嘢，咁我就叫人整咗個 logo， 咁好 insist 係有一個香港的元素在裡面。所以為什麼其實呢，我們現在這樣做一個這樣的 conversation 呢，就是我自己都一直聊天，在香港認識不同人，就是有很多人都 stay who you are，想做他們自己做的事，是啊，那我們呢才這麼省那麼多 effort 呢我介紹給大家。okay. 是咯，大家都一定要支持一下一些手工自家製 的香港人啦。就算不是香港人，就總之其實你會留意到點解你哦，即係唔係話本地我手工自家製，但是因為去做飲食，根本上是一樣很煩的事。一就係、是、第一個很大的原因咧，就係你啲嘢食係會過期，跟住你又要做得好，又要 catch up 到，又要可以俾人知道。所以即總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你要去走進去做，其實你是要花很多自己的功力，是實質的體力勞力。而大家他們即 for example 我只是說這個那個材料和那個時間，是根本上一般你是不會在一個 mass production 的地方做到的。所以其實手工自家製就是在找這些 quality 的東西，而每一個做飲食的人呢都非常支持你們的。你可以直接去我們 HungryHugger.com 找回 Brian So Chili 的撚手 Swa page 就可以直接買到的。頭三位留言的呢就會有一個特別的 discount code， 就記得留言了， Follow like us and HungryHugger and Swa Chili.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你今天來